你说你俩天天坑我是什么心理呢？就好像天天被坑，但是又不死心，就是在享受过程呢、还享受过程？咋的？你坑我有提成啊？不是我天天跟你互动，你能有现在这身体状态呀？我觉得我要是没有你，我会更好。是，30岁的年纪，60岁的身体。10岁的经济，3岁的情绪管理。我看3岁都不如。我真是谢谢你们啊！有你们俩，真是我的福气呀、啊。有你啊，我也是福气。人家都说万水千山总是情，你爱我一次行不行？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我真是不爱跟你俩唠嗑。我就浑身上下这么多地方，没有一个你喜欢的，是不？你的脸会凶我，你的嘴会骂我，你的手会打我，你的腿会踢我，浑身上下就屁股还行。你俩给我解释一下吧。你瞅我干啥呀？关键我现在不敢瞅他呀。那你别瞅我呀。现在好吧，都被撵出来了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你有啥办法呀？走。你都不告诉我，你买这水果都啥意思呀？哎呀，这些水果都是有寓意的。啥寓意啊？你看这梨，表示我妈永远离不开你。再看看这桃，我妈永远逃不出你的手肘。还有这芒果，茫茫人海遇见你。那这西瓜什么意思啊？它是绿的。最喜欢是你，牵挂是你。我看滚蛋是我吧？你能不能懂点你妈心思呀？那花为奶铃，这啥意思呀？这多经济实惠呀，每次干活都能想起。送这个给你妈，你想让你妈戳死我吧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啥行、啊、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小情人，你怎么这样呢、你都说的是上辈子的事，这辈子你还总捣鼓啥呀、你干啥去啊？有些人呐可真有意思、成天围着别人的媳妇儿转，整得你好像没媳妇儿似的。别着急，等二宝出生了，要是个男孩，你不天天围着别人老公转吗？那还用你说呀？到时候我一定好好培养他，让他天天和你斗智斗勇。你想想，你还能有几分胜算？37吧。知道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的意思是，我3分钟才他7个0件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忘了昨天的事了？咋的？你又想干啥呀？我这63句话，今天不用你学，你读明白就行。你这多少有点侮辱我了啊！明明明明明白，白白喜欢欢欢。不错，继续。人要是行，行行行；一行不行，行行不行。哎呀，真不错呀，没难度呀。那当然了。3，小偷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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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来的东西。对，咋不对呢？你等会儿，我再来一遍。小偷偷。妈妈，你要不然先晾会儿吧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你让大家帮我。大家都知道，小九每天不是在坑我，就是在坑我的路上。然而今天当爸爸在看电视剧的时候，他却显得异常的无聊。是的，他确实好无聊，多少有点大吧。于是我给他看了小时候画到裤子上被批评的视频。就这样，他也被迫的加入了看电视剧组合。原本我以为他坑我都是他爸教的，但是我没想到。你最后我说你这个脑回路还真的是可以哦。我回来了。完了，要给你留饭了。哎呀，行，没关系，我一会儿自己随便找口吃的就行。反正你俩也不关心我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好的。我就发现，自从有了你，你爸对我的态度都变了。以前都是，哎，小心肝，小宝贝儿，现在连口吃的都不用留。你一逛逛一天，连口饭都没困着啊！再说了，人家都快吃完了，你才回来。
干啥来了？周伟来了。我不合计早点回来陪陪你们两个吗？参与一下你们两个的生活。干嘛发了吧？就算你参与了。你咋想的呀？我又没吃饭，我凭什么洗碗呢？我出五块，你去洗碗。我出十块，你洗。我出五十，你去。我出一百，你洗。行，我洗。不对，你俩是不是合起伙来骗我呢？行，那咱来一次全凭运气的。这里有 A、B 两个选项，你选对了我洗，你选错了你洗，你选 A 还是选 B？ 我选 B。疯了吧？恭喜你妈妈去洗碗。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，给你机会你也没中用啊。你说人这一长大怎么连点快乐都没有了呢？说白了就是穷呗。是呗，我想看个电影我都没有钱。电影啊，走走。哎，你俩要干啥来了？咱俩谈谈呗。我跟你有什么可谈的呀？恐怖分子都能谈，你咋的？行，那你说吧。你看我都快咬了吗？所以这几天要开开心心的。然后呢？无情呀，我无情。这样的，要是你能每天让我开开心心，就把我压岁钱分给你吧。你竟然用钱来衡量你和我的感情，我不得不说你这个人，你看人还挺准的。我说你明天想吃点啥？还是给我讲个故事吧。讲故事行，讲故事我最在行了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和小和尚。你还是带我去看个电影吧。看电影啊？那看电影也行。那走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打算把压岁钱给你妈一半啊？我们冒昧的问一句，这是什么吗？西红柿炒鸡蛋吗？它顶多就是西红柿和鸡蛋呢。他俩做梦都没想到，在一起一辈子了，没了让你给分配了。那你把它吃进去，不就又在一起了吗？这又是啥？彩蛋吗？你不认识啊？不认识吗？你别光看，你吃，味道可好了。这可不好，我是不知道了。但是我这胃呀、是指定喉瘤的。爸爸，你能不能给我整点好吃的？行，我再给你露一手。你先吃点这个妙可蓝多金装奶酪棒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哇，榴莲小饼，大心呐！这里面放了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奶酪，高钙高蛋白，奶香浓郁，让你实现奶酪自由了。那我辛辛苦苦做的菜，你们就不能鼓励我一下吗？这里的每一道菜都是我的创新。你创的挺好，下次别创了。那你让我尝尝你。你俩这就要出门了呗？不用送了，又不是外人。你俩出门不带我呀？啊？你自己出门你不想我吗？想。那想你别跟爸爸出门了呗。我不出门咋想你啊？我。难怪人家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，我算是看出来了。自从哪有了你，你爸的朋友圈再也没发过我的照片。就像你今天刚收到的快递，你还记得快递员长啥样吗？那我上哪儿记得去啊？这不就得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猜呀，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。我觉得你说的不对。我们一家四口就像是这个房子一样，里面住着妈妈、爸爸、小九还有二宝，我们四个组合在一起才是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缺了谁都不行，你知道吗？谁说的？我说的呀。整啥景呢？我这不看书呢吗？为啥呀？喂，女孩子嘛，她不就得诗情画意吗？就应该出口。这也不对呀。怎么不对呢？你不应该是出拳呼呼生威吗？你跟别的女孩修炼的不一样。你给我走，听见没？你走，别耽误我进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再说。
多了，看书也得看点正经书啊。这书上都说了，要多给孩子买点玩具，多带孩子玩一玩，多给老公点零花钱。我来，你让我看看你的书。我这看图说话，你看不懂。你那么会说话，行，来，你用美丽给我造个句。妈妈让我用美丽造句、啊，你造吧。完了，你咋造的？妈妈让我用美丽造句。你就这么造句啊？对、哎、呀、啊。这智商还想搞我呢？你上次管我借的500块钱啥时候还我呀？下个月再说吧。你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？这点小事我帮你解决。那你替他还呢？不是妈妈，你先借我500，马上让我爸把钱还你。行。你赶紧让他把钱还我。给爸爸，赶紧把钱还我。给你。就为我爸不欠你钱了吧？不是，你刚才在我这还拿500呢，你啥时候还我呀？那500不已经在你手里了吗？我还什么还？不，也对哈。那行，那你俩玩吧，没事的。谢谢大姑娘。等一会儿，刚才我借你那500，想着还我啊。哎。1 hour later， 爸爸，你帮我打开呗。哎呦，帮你什么吧？真的？现在就去。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爸爸，你知道我爸私房钱在哪吗？你爸还有私房钱呢？啊，这事只有我知道。你先给我300，我就告诉你我爸私房钱在哪。给、okay ，能说了吧？等一下。你再给我200，我就说话算话。合着你刚才逗我玩呢呀？就200，不行，给呢。这回能说话算话了吧？但是你再给我100，我就是说到做到。你刚才不就说说话算话吗？那只能证明我说的是一句话呀。你这不玩赖呢吗？妈妈，你马上就成。我觉得我的积蓄啊，支持不到我成功的时候。难道你不想知道我爸的私房钱在哪吗？我不想知道，你赶紧把钱退我。对不起，没有私相见我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看到我好？你就是3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，是不是？又咋的了？还又咋的了？我今天带他在楼下玩，一个邻居问他。我是不是他的妈妈？怎么看着有点不像？你猜他咋说的？咋说的呀？我就说放心吧，阿姨，这么宠妈妈，谁愿意冒充他的女儿啊？你看谁呀、啊、你？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你不说了吗？这么小的孩子要好好说。行，我好好说话。你知道错了没有？妈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下回我不让你带我出去玩，行了吧？他是谁带你出去玩的问题吗？那你让我咋办？我总不能睁眼说瞎话吧？你脸上的皱纹都可以弹一首儿歌嘞。那我不也是拜你所赐吗？人家都是青春献给小酒桌。你幸好没把青春献给小酒桌，要不都影响你身高。这跟身高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我老容易打断你的腿。我问你，为什么每次我和你爸吵架，你都向着他？想知道啊？我当然想知道了，要不我能来问你呀、啊？那你给我切个苹果吧。不是你都多大了？这苹果就搁这儿呢，搁你手呢，你不会吃啊？爸爸，那你给我切个苹果。好嘞。我，姑娘吃苹果，多补充补充维 C。爸，你也吃点苹果，补充补充维 C。我。郑老师，不过爸爸有这感冒益生菌，达能集团联合科安森出品，它是含有维 C 的益生菌，一小袋有相当于一整颗柠檬的维 C， 独立调包，携带方便。妈妈，你看明白了吗？不是现在父母之间内卷这么严重吗？啊，你就喝吧啊，迟早给你喝成个大胖子。这是零添加蔗糖的，清爽低负担，我不怕胖，而且干吃也很好吃。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跟我爸一伙了吧？我劝你说话之前最好考虑清楚，你确定跟谁一伙的吗？我劝你是得考虑清楚。妈妈，要不你回屋睡觉吧，这样我就不用你管了。我，你，给我站那，给我站那，听到吗？
你给我打还动完手了呢！你给我出来！你出来！我不打你！你快点的！我宁愿相信世上有鬼，也不相信你那张破嘴！出来！虽然你可以打我，我不可以打你，因为我是你乘了命算来的，但是我可以争当皇位呀！给我，不要给我老打电话。给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姥姥，你快管管你今天爸爸打了几次？我比爸爸强呢，他打不了你呢。你是戏真多呀。咋的了？你妈在哪儿呢？他现在还在门口要打我。要不看看他在哪儿呢？姥姥，你等着，我带你去找他。你还敢出来是不是啊？你看我今天懵了吧？咋的？你要干啥？不是，老爷，你就会灯笼。狩猎的时候到了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我已经打败了，我就打他。你放手，你放手，我让你放手。你真放手啊？真走啊？对呀，我真走。你身材平平无奇，你相貌扑朔迷离，智商更并不齐，你连三句话你都学不明白，你说你能上哪儿？我不是你说谁呢？我怎么就上？那你敢不敢跟我学？学就学。你是我的什么？我是你妈呗，还我是你的什么？不，你是我的什么是一句话。你再来一遍。我是你的什么？你的什么？你又错了。我哪儿错了？又错了是一句话。你再来一个。你准备好？我准备好了。就你这智商，出门就得让人抓去演大马戏。你说谁呢？你这都是文字游戏，敢不敢给我来点公平的？玩什么？你俩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啊！预备，开始。别发呆，看我造型谁哇塞。